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晚上需要用血来祭这把刀。哼，你听说过借刀杀人吗？夏二娘，快快把孩子藏起来！快呀！啊，快，快藏起来！快！ 我杨进宝啊，做了一辈子英雄，这回要做狗熊了。啊？为什么？这种事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夏儿他爹！夏儿他爹！ 戒指，你们无福享受它，只有有福之人才能够降住它。娘。 爹，您是说百花图？我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百花图在你手里也没什么用，带到坟墓里，更是对祖宗的不敬。仙儿，别过来！你放了我孙女！百花图不管是谁拿去都没用。 他只是一张没用的徒儿役呀！既然这么没用，就把百花图给我，要不然我就要了你孙女的命。好，我这就去给你拿，你放了我孙女，放了我孙女。这就是百花图。 兄弟，你们舵把子要的东西到手了吗？这不关你的事儿，赶紧走吧。哼哼，白吉，口都灭干净了吧？什么？舵把子没让灭口？我就知道你们下不了手，所以我已经替你们代劳了。钱兄，身手还是那么老道啊。 杨进宝，杨大哥，威震四方的山大王，我们是各取所需呀。把这么好的机会给了我，想必你是另有目的吧？我把这么多金银财宝的事告诉你，就是还你个人情啊。哦，彼此彼此。今后山下的事，还得仰仗钱兄你呀。告辞。 宝贝，宝贝呀、啊！舵把子，钱有德把这对夫妇都给杀了，这下手也太狠了吧！这个世界上，有了钱财还得有势，否则迟早会死。咱们把这张百花图替他收藏了，也是为他们好。嗯，舵把子，这百花图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啊？
这里面藏着财宝呢。老大，兄弟们都准备好了。通知弟兄们，立刻动手。拿到百花图之后，我重重有赏。几个抢图的，好像是你们哥俩的手下。哦，爹，这帮小兔崽子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百花图的消息，这一时起了贪财之念。这山上的人，我看真靠不住啊。这几天你发现了吗？你哥他有点行踪不定，会不会是他？哦，爹啊，这个您放心。关键的时候，儿子知道行踪，绝对不会手软，这就是下场。大哥，你哥私自救了刘先生，准备下山，多把子让你一起去抓他。你说我们是去还是不去啊？你说呢？去了，杨金宝只是在试探我到底有没有异心。快追！一儿，一儿，爹。别追了吧！啊，你们是亲哥俩呀，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啊！你这是想逼着我们兄弟相残呢？你这么喜欢看戏，我就演给你看。你们是一奶同胞啊，不能下这种毒手。啊，爹，您放心。这山上的规矩比什么都大，一儿明白。我哥他不忠，就别怪我无义。弟兄们，给我接着追，走走。出了八卦林了，歇会儿啊。小兄弟，哎，你为什么要救我呀？梁先生，您是解放军对吧？是。我呀，那会儿听您跟杨金宝说那些话，我觉得说得特别有道理。这土匪祸害老百姓，一条道走到黑，他迟早是个死。走，快跟上！你想参加革命吗？革命？对，是黑话吗？革命不是黑话，革命的意思就是要推动事物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您的意思是说，谁祸祸老百姓，咱就革谁的命？对。革命这词儿我喜欢，好，我革了。好啊，欢迎，欢迎，欢迎。
刘先生，您放心，这山上打猎都是我爹教的。这儿，您就先交给我吧。蹲到，哎，戴刘先生到前面的岔路口等我。哎，哥，您千万小心点啊！我没事，我等着你啊。您放心吧，说好了，我还找您革命呢。那咱们说好了。哎，刘先生，张快口啊！小义，你来的正好，跟我一块下山，咱们投解放军去。下山？能去哪儿啊，哥？你别忘了，义父对咱们有救命之恩，咱可不能忘恩负义啊。哥，听我一句劝吧，回山上，我陪着你给义父倒酒赔罪，我保证你没事儿。否则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小一，你告诉我，咱爹他是怎么死的？爹是掉到陷阱里扎死的。咱爹是莽修山最好的猎手啊，怎么会掉到自己的陷阱里面扎死？再说了。 好好动动脑子，给我想一想。从小到大，咱爹从来不在陷阱里面下刀子，咱爹从来都只是抓活物，怎么能让自己的陷阱给扎死？小姨呀，小姨，咱爹是给人下套害死的。我告诉你。 金宝，这脱不了干系。你胡说！这血口喷人，这不是真的。好，你自己心里要是能过了这个坎儿，你就拿枪往哥哥这心窝上打。 你给我记住了！你要是敢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绝不饶你！香儿，香儿，我找着解放军了，我跟。钟儿，钟儿，你来了！钟儿，怎么了？这是。香儿说。
那些人蒙着脸进来就杀，也看不清是谁呀、啊。怎么回事？这是？其中还有一个人折断了我娘的手指，拿走了我们家的孕妇戒指。王秀山肯定是土匪干的，杨金宝吧？杨金宝，杨金宝，杨秋，你冷静一点，你冷静点啊！现在我爹我娘都已经没了，我不能连你也没了。我不是，小儿，小儿，你听我说，你乖，你听我说，你爹妈死了就是我爹妈死了，这种婆婆不行。我答应你，我一定活着回来。啊！杨金宝，杨金宝，杨正，杨正，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钟儿，你这是干什么呀？来，把枪放下来。哎，既然你回来了，我就既往不咎了。你还是我的好儿子，这山头啊，还是你们哥俩的。我就问你一句，山下那两条人命，是不是你干的？实话跟你说啊，这山下要死了人，我都会知道的话，那我不成了阎王爷了吗？哎，你不是你干的，那你告诉我，是谁干的？哎呀，我说了谁干的，你也不会相信。你说吧。我告诉你啊，是你弟弟杨毅干的。不可能。哎段子段子别动。哥，怎么是你？你快把枪放下。都给我听清楚了，今天是我跟杨进宝两个人的仇，谁打我死。叶儿，我可待你们哥俩不薄啊，人各有志，不能强迫。但是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这儿了，恐怕你们哥俩也别想活着出去。爹，这肯定是个误会啊。哥，有什么话你慢慢说，你把义父放了，放了。小义，你别冲我嚷嚷啊！大伙儿都给我听清楚，我今天肯定是要杨进宝死，这莽秀山的大当家今后就是杨义，他是我亲弟弟。小义，你给我看清楚了啊！今天要是谁打死我，你日后给我报仇。啊，哥，好弟弟，别走，都别动，枪别动，别动，这事儿跟你们都没关系。往后退，退，退。哎，钟儿，哎呀，钟儿，钟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钟儿，哎呀，歇会儿，待会儿，他们也没有追过来，哎呀，我跟你说个实话吧，
你想听不？你说，你爹是我杀的，山下那俩人也是我杀的。杨金毛，你算个人物，我今天就给你一个痛快的。嗯，慢着。那我知道，干咱们这行的早晚是个死啊。你能给我个面子让我体面的死吗？我自己来了断行吗？行，我今天就让你体面的死。怎么死的这么惨呐，爹呀，惨了！大哥，大哥，大哥，没死，索性干掉他。不行，刚才这么多兄弟都看着呢，干掉他我也脱不了干系。爹啊，来，你别着急啊，儿子一定把杨忠给您追回来啊！来，文峰啊，快把舵把子背下来，哦、快！爹，您忍着点啊！文峰啊，你们先回去，我接着追。好。哥，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你去当解放军，我不拦着你。可是你怎么又回来了？小英，你说，杨金毛说了，咱爹是他杀的，巡相的爹妈也是他杀的，怎么都不能认罪作父。我知道。哥，哥，你可撑住了！我现在就送你下山，撑住了！对不住你，没能报了仇。你别说这种傻话了，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子了。忠儿，你得罪了杨金宝，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赶紧走吧。对对，爷爷说的对，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他们都不是人，你赶紧走吧好吗？我知道你放心不下香儿，你放心，有我老头子在世一天，
香儿就一定是你们杨家的媳妇儿。你赶快去投奔解放军吧。啊。你放心，我会等你一辈子的。小心，别被外人看见。外人，豆把子，这个杨毅表面上对你是忠心耿耿，其实私底下不知道耍什么鬼心眼儿。那次百花图，差点被抢走。爹，爹，这么晚不睡，难道是有谁的人头要落地？他有阵阵七香啊！哎，我告诉你啊，这个百花图里啊，确实有玄机。嗯，刚才我拿着蜡烛靠近这幅画，突然觉得有些地方褪色了，再靠近一点呢，它就发出阵阵的清香。难道说，这百花图真是像传说的那样，用百花的花瓣染色的？熏香，今天我把百花图纹在你身上，记住，黑猿是我训练好的，它可以帮助你。这是玫瑰的。这可都五年了啊，我看您整天除了敲鼓就是看图，这折磨的人都魔障了。要不然这么着吧，我亲自带人下山把原来百花图的主人给找过来，死活让他说出百花图的秘密不就得了吗？豆把子，自从咱拿到了百花图，以前拿百花图的那户人家就从云渡山谷失踪了。哎，五年了。这是夜来香。爹，依我看，这百花图乃有灵性的物件，这普通人命中可不该有它。而且，咱们现在找不着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破解它。这么跟您说吧，就说我们家的熊皮大鼓吧。这也成了山上的镇宅之宝，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爹命中就不该有他。啊，爹，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撤了，有事儿您再招呼啊。嗯。啊，再抹上这些神奇的药水，百花图下面的秘密就会隐藏起来了。爷爷，为什么不直接把秘密告诉我呢？寻香会保护好这个秘密的。不行，一定要等你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得到它。
爹娘冤死，这深仇大恨我不能忘记，所有的事都因那个传说中的宝藏而起，血债必须用血来偿。百花图、熊皮谷，恩怨都系在他们身上。爷爷，你在画什么呀？这个就是熊皮谷，是当年杨忠的爸爸用熊皮做的。哦。可惜这只谷，随着杨忠杨毅上山，也被杨金宝搬到山上去了。孩子，你要特别留意鼓声。这就是那个熊皮谷的声音吗？记住，这只谷与百花图联系起来，才能破解百花图里藏的秘密。哦，看来是到时候了。山神，任何人不能伤害他，否则杀头。快去！报告豆包子，兄弟们昨夜看到一个过了八卦岭的女人，没抓到，她摔下了山。刚才有人看见黑象把她救回来了，而且还不让弟兄们动她。这倒有意思啊！一儿，走，咱们看看去。嗯。我欠了这个女孩家的血债。住手！姑娘，你是谁家的？五爷姓沈，大家都叫他沈公。你们知道吗？啊，
他的爷爷就是有名的石王啊。叶儿，赶紧把姑娘送下山去，一路上要善待。可是爹啊，这上了咱山上的人，要么入伙，要么就要被杀掉，这可是老辈子留下来的规矩。这轮不到你说话，这儿更轮不着你说话，都闭嘴。她还是个小姑娘，叶儿，你亲自把她送出八卦林，记住，路上千万别出岔子。谢谢你。走吧，妹子。这姑娘身上纹着百花图，我也看见了，所以我得把她放了。怎么又转回来了？要下山必须黑云带路，百花图在她身上。什么？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跟那个黑渊有特殊的关系，你瞒不了我。你心里最清楚，那只黑渊每次咆哮都是因为听见你们家熊皮鼓敲响。你说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那个熊皮鼓不是大当家的，而是你们家的。你还知道什么？说。你还有个哥哥叫杨忠。原来他就是我哥的女人。要把这个文件准时送到。是。政委。好，你们来的正好，你不是想回家看看吗？是啊，怎么着，您让我去边纵啊？根据刚掌握的情报，这个唐继龙在逃跑之前把没有来得及带走的一大批宝藏埋在了这个莽秀山上。莽秀山？对，为了让你实现回家看看的愿望，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找出这批宝藏，把它交给国家，怎么样？你有信心吗？有。有线索吗？一张图，百花图。百花图？当年杨忠就是为了百花图下的山，他会不会再回来抢走他？君香身上有百花图，他爷爷叫沈公，你打听清楚了吗？石王沈公住在桂溪村，是一名郎中，这一带的人都说他医术高明。五年前，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得了瘟疫死了，沈公就和他的孙女相依为命。儿子儿媳妇得了瘟疫死了，这件事不简单呐。我看就是当年住云渡山的那家。豆把子，我看你是多心了吧。你下去一趟，到沈公家打听一下这姑娘身上百花图的来历。好，我知道了。狼牙，杨忠是希望我像狼一样英勇吗？都五年多了，杨忠这孩子也不知道在哪儿呢。此时杨忠奉命到了莽秀山。妈呀！哎，团长，你看这多气派！咱就住在这儿，你不怕那个杨金宝来找你啊？啊，我就是怕他不来找我。申公，我代表我们舵把子杨金宝，向您问好了。
杨进宝，我不认识他。